伊凡是这农业产品的消息，今年的天气有得寒，寒了较慢，有那好正侪这养殖的这乌鱼啊，胃口较歹，啊正侪这乌鱼子阵啊无遐尼大鼻咯，最近这搬箱拢无用得收，啊讲愈大鼻的这价小愈贵，啊讲给今年这乌鱼子的价小讲有起码一两成。现在多是乌鱼子采收的季节，敢人买千度乌鱼子的血丝，准备要将乌鱼子摕去工厂来拍。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和饲料成本提高，放养的规模变小，产量至少减一成以上。啊，今年若要上十两的吼，足少的，所以讲今年若要去看到大鼻子吼，市面的强尾吼，差不多拢无啊啦，拢大袂起来，因为气候足烧热，气候拢无顺，啊无顺鱼仔着歹饲，有的渔民佫有一寡吼饲料无顺的嘛，有死去。啊，所以讲，因的成本就一直提高。业者表示，今年乌鱼的放养量变少，业者预估今年乌鱼子价钱可能搁起价，但是乌鱼子每年的当价拢有落差，卖以乌鱼的品质来做定价，对于平均起价一成到两成来讲，大概起200块左右。平常时咱饲养的大众化来讲吼，这平均价差不多伫个1800至2000，咱就是品质也好诶吼，含歹诶。价少差过100块，因为物件少，物以稀为贵。业者嘛讲，到年底多是产类旺季，乌鱼子多是引进的食材，消费者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。最近盘商嘛无闲咧收购乌鱼子倒来做加工，但是受到气候和成本提高的影响，今年要食到乌鱼子，恐惊要加付出一寡钱。记者王雄为您报道。